乐队 Rubber Band 同陈焕仁呢日一齐出席商场音乐会，吸引唔少粉丝同途人围观。佢哋亦卖力献唱多首情歌，炒热现场气氛啊！平时 Rubber Band 都是以朴实 rock 友形象示人，这日难得见他们衬晒造型，一人一件花恤衫，好有热带风情，难道他们打算转路线？这四件衫是不是大家有陈讲？就是今天帮我们玩音乐的小朋友带给我们，他帮你们做了这个形象指导。没错，实不相瞒，因为他真的顶不顺我们，真的太没这个平时穿得素色得滞，是啊，不统一了。 Uncle 不如我帮你唱 Uncle 是啦，我帮你张罗一下，不如这样大胆，是啊，我们都知道自己什么事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些新形象即系小智，觉得点？唔系，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新嘅颜色同形象嚟。系你呢个系特别 colourful， 呢个特别 colourful 嘅。但系其实呢件衫系佢自己嘅。哦，即系本身你私底下都有呢啲收藏嘅。呢轮要做音乐会宣传咧，咁就太太话不如上网买几件咁样，系啦。咁我觉得几靓嘅呢轮。你嘅形象指导就系太太啦。系啊，自己冇呢个 sense 啊。咁会唔会今次都谂住大家喺呢个 show 上面，服装方面都转一转个 look 啊，好似今日咁样。其实呢个都应该会嘅，但系可能我觉得会唔会即系减的艺术咧？即系着少啲，着少件，着少啲，着少啲。咁唔系有啲观众想睇啊嘛？咁其实都唔系。即係玩到好熱嘅時候，我哋都會除嘅。我相信佢哋個都忍唔住除嘅。輕傳自從因為患上脂肪肝而開始瘋狂做運動 keep fit， 瘦身有成嘅佢同時卻傷及腳腕，令佢要暫停健身，睇骨醫拉翻好條頸先啊 ！Uncle 唔可以好似僆仔咁粗嘅，係啊係啊，即係僆仔嘅復原率係一日之內就搞得掂噶啦，就恢復翻噶啦。咁 Uncle 唔係咁噶嘛？依家係邊一個位具體係？主要係呢個位同埋呢個位咯。咁呢兩個位我諗係舊傷嚟嘅，醫生懷疑係因為我彈咗好多年吉他，咁我孭得好重啦，咁咪會出事啦。咁呢度因為悠悠我彈琴或者撳 mouse 都係呢隻手，咁呢個位好緊啦。係啊，所以將佢休好翻先可以繼續做咯。如果唔係，會之後會好容易出事啊。咁樣對自己事業又唔好，對。屋企人又唔公平，系啦。咁今日嘅演出会唔会都要就住，定系今日就唔弹任何乐器噶？唔弹乐器，系啊，今日会唱 MMO， 系啊，所以唔使谂呢啲嘢。咁会唔会依家都有做少少治疗啊、针灸啊或者其他嘢？针灸冇睇中医，今次净系睇植医，因为有一个植医师佢帮我 check 咗之后，发现我呢啲问题，咁佢帮我即系。拉頸啊，拉頸咁樣吊住咯，係啊，好舒服噶，即係十分鐘，第二個機器會上上落落，跟住做完之後，差唔多係瞓著嘅。